其实我没有定自己的工作，就是经纪人跟我说要做什么，我就会去做什么，我不会特意的去休息。但是，现在就大概不会让自己太辛苦。但是拍电视剧我还是非常享受的，所以有的话，合适的一些角色我也会去演。其实没有的，因为我自己很随缘的，有工作我喜欢的就去做。然后现在多一点时间呢，就有空。我刚刚跟传媒朋友已经说了，我刚刚报名去学这个缝衣服。对，这个是我自己很想，因为我自己蛮喜欢 DIY 的。很多事情我喜欢自己去做，那我也要去学，因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分，但是去学，报了四堂，要去8个小时，看看自己有没有天分，没有天分就放弃。